其实大部分真的是我们就会顺便把换尿过程，就是每个人的生理时钟不一样。对，是我刚换好了以后，突然大便，我要马上到房间处理。可是如果说以他们这样子的情形之下，可能那一泡大便都会放在屁股里面一两个小时。血汗过劳，病房助理只喊我，医院要我一下再一下下就好，医院要我再一下下就好，变成说可能三四个小时才换生理期，对，这个完全是一点不合理。还有换尿盆，我们其实在换生的时候，我们只会顺便把换尿过程，就是每个人的生理时钟不一样。对，是我刚换好了以后突然大便，我要马上到房间处理。可是如果说以他们这样子的情形之下，可能那一泡大便都会放在屁股里面一两个小时，他才能够得到好好的帮忙跟协助。这个在长期上来讲，对病人的病况不好，会造成压疮，会增加让病人的那个住院时间更长。本来可以五天十天出院，变成要住个1到10年。那我们会认为说比较好的那个人力比大概是多少会比较好？因为我们全责照顾，我们希望的是，我们当初跟会议提出来，我们是希望最高一比四，对，一比四，然后就是照顾眼神，在这一个病室里面，是从病人不可以跨病室，对，就是不能说我们在 A 病房，然后我们其他病人在 B 病房，放在同一个病房，一个照顾。随时能够观察到病人有任何不一样的情况发生，任何的问题。血汗过劳，病房助理只喊我。